出了许多的心血，也做了许多的改变跟调整，跟导演的合作呢，啊，也可以说是非常有默契的。所以在待会儿我们也请张震呢，再跟我们分享有没有什么啊好有趣的事情、难忘的回忆，可以跟我们多多的交流交流。在电影当中，张震所扮演的被刺杀的对象啊，性格啊非常的暴露啊，但是在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的内心戏要来做一个阐述。好，谢谢张震，请欢迎侯导。侯导总是在自我超越啊，无数的代表作，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风格或者是概念题材啊，也许略有不同，但是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始终。侯导也非常的风尘仆仆，刚从日本宣传回来，在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好爱这一部《刺客聂隐娘》，侯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受到许多网友的肯定，包括许多老朋友、新朋友。那现在也终于将这个宣传行程正式的啊，在台北跟大家见面。好，请侯导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谢谢。在电影当中啊，舒淇也许台词不多，但是反而更需要靠她的锐利的眼神，但是又不能有太多表情来完成这一切的刺客的演绎，相当的不简单。相信也是她的个人生涯以及观众啊，会对她有全新的见解跟认识，以及很大的突破。接下来我们请三位合影，麻烦导演您站在黄点，男女主角各站在左右边，谢谢。好，我们三位视线，请先从左手边。你先到左手边，谢谢。再次的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啊，今天不畏风雨而前来，确实这部片子对于我们华语电影来讲也是台风等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大片。好，请看中间，谢谢。好，中间，好，中间麻烦三位，谢谢，辛苦一点。好，麻烦右边，谢谢。来，右边的朋友麻烦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让更多的朋友知道8月28全台湾有84家电影院将要联映《刺客聂隐娘》。好，麻烦再稍微左边再一次，谢谢。再一轮，谢谢。好，中间再来一次，谢谢，麻烦。好，最后一次右边，谢谢。好，谢谢三位。